好，朋友，老妹儿你好，大兵你好，啊，喂，你这叨咕什么呢？我刚才坐地铁呀，碰着一个小姑娘，长得老漂亮了，我就跟着她坐了好几站呢，完了还走了好几条街道。然后呢？然后人就回家了呗。你就没啥行动？我行动了，我不跟着坐好几站了吗？你咋不人不跟人家搭个讪，说句话什么的呢？是我不知道咋开口啊。搭讪呢，一般有几种方法啊。第一，问路。嗯。第二，问时间。第三，装熟人。嗯。啊，记住了啊！而且说话的时候，问的时候，语气一定要温柔，不能太愣。我明白了，明白了。记住没有？记住了。来，阿丽，来，你在前面走啊，大兵在后边追。来，准备好啊！预备，走着。我问医院在哪儿吗？大兵，你这干什么呢？你把气儿喘匀了。导云，把气儿导匀。你看阿丽都看出来了，人家你上医院。我太，你把气儿导匀了，然后好好跟您说，听听见？我太紧张，我再来一次，我再来，对对对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啊！好嘞，走。那个，你好，小姐，请问一下，卫生间在哪儿啊？洗手间在那边，我家也在那边，要不我带你去我家上洗手间。好啊，谢谢。我那个这个第一步算是成功了。接着然后紧接着这种细细的攀谈，然后把这个人家电话要过来，不就啊？好了，那个小姐啊，特别感谢你哈，就是我寻思能不能给我留一个联系方式，完了我回头给你打电话，我请你吃饭啊。好啊，我知道附近有一家特别好吃的饭店，然后我们吃完晚饭呢，还可以去 K 歌。怎么样？那个行，阿丽，这么的，阿丽，我觉得练的差不多了啊，谢谢你配合我啊，我可以实战一下，我试试，我实战一下啊。你再练练呗。我不用了，我试实战。心里有底了。哎，大兵回来了。啊。哎，怎么样？哎呀，不行啊。你这刚才不走出门之前不跟阿丽练挺好的吗？是啊，我是遇着几个像阿丽那样的极品的姑娘，我一点也不紧张。但是我遇着几个稍微漂亮点的，我就老紧张了。我明白，你这自信出了问题，你得提高自己的自信心呐。那咋提高啊？这样，我非给你找个漂亮的陪练不可。我走着。大兵，下姑娘，哎，姑娘，那个你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你那个一个人吗？嗯，一个人啊，拼车。你好，那个什么，那个你，我可以和你拼了吗？你什么玩意儿？谁跟你拼了？你现在是武术界的一个新星啊，你是业界的骄傲。啊！这所有人就为了你这武功啊，全都你姑娘去了啊！往上贴，我还追什么玩意儿啊？我练，我错了。他帮你呢，你干什么？我知道了。不好意思，这都两会儿了。别慌，别生气了啊！明白了。第三会儿了。来，我走着。你好，姑娘，你是一个人吗？是啊。啊。一个人，你上哪儿啊？咱们可以一块拼个车吗？上班呢。上班啊。问住址。那个，你在哪儿工作呀？我在梦幻疗养院。是吗？哎呀妈，太巧了！你在梦幻疗养院呢，我就在你旁边儿。那个，你叫什么名儿，姑娘？你叫我小严就好了。哎，小严。哎，大兵啊，名儿呢？我问来了啊！现在最重要的一块要电话，这块呢你要浪漫一些，增加点这个浪漫气息。我告诉你，你这段弄好了，能拉近你们之间的距离呀。怎么拉近呢？你让他把电话给你写手上。不行啊，我这手心一着急爱出汗呢。对不对？啊，你去准备个白 T 恤，让他给你写 T 恤上面。哎，完事儿了吗？这也行啊！赶快去准备白 T 恤。我去，加油！玩呢啊！哎呀，大兵回来了，回来了，来了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那挺好，电话号码都留下来了。什么？看看，13833388811。哎呀，这号码挺好记，叫啥名啊？呀，这姑娘姓好特别。啥呀？姓半，名正。
办证。那比我按我说的做了吗？我按你说的做了。你肯定是运用的不够熟练。我跟你说呀，这就是一个长期训练的结果。小严这么的吧，要不我包你半年，你看行不行？完你陪我练。你看我这麻花辫，我特意为你编的。你别！你要包谁？你说。我不是包谁，我是说让小严陪我练一下，消除我心里的阴影。小严呐，那个我这个心里也有阴影，你先帮我消除一下呗。我这个比他片小，好不？什么片大片小尿炕呢？啊！人家柳护士还有正事呢，柳护士是不是？哎呀，对了，我还有好多好多事要忙，我特别忙，我走着，你在干啥？不是，我发现你们。小宁，你心里的阴影交给我吧。你要帮我治。行，小严呐，我能把它弄没了。小严，别找我阴影，别找我阴影。